红毯看一眼吧，万一不是佣兵呢？黑妹，调香啊！啊，老眼花了。你这不秀自己吗？看不透。鸟也没了。香水也白给了，丢两台人皇，红教堂中间过来了，贴点手环，我不知道他到哪，到了，他弹护臂了，你又跑不掉，你跑哪去？用兵导红，哦不，导四号机，在治愈，黑妹过来救，暂时不换。然后有人补人皇，一个救小木屋，要么就不救了，选一个吧，应该是不救了。一个人补，一个人救。小木屋在修，那就是人皇的那个人会过来。皇教堂中间，窗户那边吗？焦猴，焦猴也得死，焦猴。然后先知当场就不修了，跑了，真秀啊！他看见黑妹倒了，直接就不修了，停了。这黑妹还想起来呢，他能摇下来，行吧，投了。前锋在跑，这边应该还有人，开局有点逛街了，黑妹，
特别不好抓的。前锋带人皇。调香带人皇。我人傻了。那刚才前锋跑哪去了？应该需要降到中间的。完了，炸了！我探真扯了，你全部喜欢搞事情，我日！这波要丢三台了，加上先知这一台，应该是四台。炸啦！这波前锋还在附近。炸了，这把是真炸了。怎么感觉这周打的还不如杰克呢？春点不好，那个点位往小木屋走就容易马拉松，然后要不就前锋就炸了，换个地方走。这么怂的吗？人都没见着你就不把这个下了。所谓一个实体刀，下一个无人刀，20秒，没有鸟。哦哟，妈耶，踩了个什么东西？
想刷他就直说嘛，是不是？想刷血条早点刷。借尸救，秦风教之玉，看见他了。黑妹怎么在附近啊？真是。放这个娃娃摸自己呢，武器起点，只要木马要是有那个佣兵的话，我正好带了个传送，正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。跑了，跑的要么 GS 要么先知，只有先知他开局知道出人点。提前下板，然后翻板加速，真是。还想蹭实体刀呢，抓鸟，可以秀的。临死前都要为别人着想，临死前都要看一下别人。看这谁来修佣兵，你不救谁救啊？过半了，结实吗？卖了，好狠。哎，我去，我弹了。
亏。用兵我也要逛。我又不出刀，这么早就交，这么慌了吗？不是很懂这个调香师。用兵还修呢，你这不救谁救啊？那娃娃一台整机，给力。等机械师娃娃修完，人都飞了。等我蹭个分，200。等待都不用需要等了，全部的人物都选好了都。先知在跑，到三连了，想进医院。哎呦！抓了个重磅人物，他翻这个窗户他就死。来，用你的护臂，然后5秒 CD。限制给鸟。我想把鸟骗出来吧。不给，可以。
娃娃在医院里头，限制在三连，调枪在废墟，用兵嗝屁，娃娃打了，调成水拐了，拼命香水。刷的喵，再来一刀。抓一下佣兵吧。没治愈，两个人在互摸医院里面，机子旁边。不吃套路的吗？这个人不回头的。又没有被摸起来了，没摸，换个地方追。这耳鸣什么鬼啊？可以，你这护臂弹的有点羞啊。嗯？在楼上。我也在板后。有人跑到帐篷后面了，帐篷应该是两个人，一个在跑，一个在这边修机子。那个在跑的呢？不应该啊。这边绝对不止他一个。我有传送，我不要紧，我打他一刀，我传送走了。你这不关我的事，你自己接了啊。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可以取消操刀小能手。看板。这老哥表示跟杰克玩不屑于下板子。
看来幽冥是遭治愈了，因为他在终点，基业是在起点，磁铁刚磨好了。啥？那是娃娃磨的。我傻了。我操！走了，这个人无上救了。那丢我。拼个鸟先 ，nice。他应该上不了车，时间他上不了，他顶多就上到这个楼梯口，鸟就消失了。娃娃帐篷，磁铁鬼屋后，基业士佣兵都在这儿了。他要扛刀，扛到了就能上车，扛不到了，你怀表也上不了车。放人直接隐身了，直接鬼屋后磁铁在摸他，那我挂他。磁铁鬼屋，机械石头木，在二楼。揍得你跳，那杰斯不会去双修了吧？我看看娃娃，应该没动。我就给你拖，你跳不跳？你不跳，我就是站着了。可以，你又接无人了。哎，你跟幽冥有的一拼呢。我靠，起来了这么快吗？两个人都喜欢，两个人可能都是，可能是开黑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这二楼了呀？你这样走滑梯我很难受啊。我捡个垃圾，然后我再过来。百分百剧版判定出现了。
就刚才那个情况，如果我是先知，我翻这个板，我百分百吃狙；如果是别人，他百分百吃板，看透了。吃了钻的两层后遗症，桥边过来的，没有鬼屋。狗屋也没有，死了呀！哎，那这个人呢？天就这么无情吗？拼命香水，我再去。现在没什么卵用，偷了不到吗？有香水，那还真偷了不到。完了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他们电机要完了。这电机点了，我给满分。又没开门去了。修机子还是快啊，右面还是得挂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哪，无所谓了。难打喽。有人在跑。要么先知，要么机械师。狗的了，就在这。箱子后面，黑妹你还狗？
像个机械狗就算了，这黑面还这么狗，真实的一匹。哎呀，输了！谢了啊！宝锥大房，先把人挂了吧。这招没种子了，换挂很亏了。拦一下那个机械师，拦住了这还好，拦不住就炸了。拦不住了，这波必须锁电机了，不能再皮了。这把大房我也要追了。他们重新起来不及，用命救可能救不下来。用命还挂过呢，先织就机械修，差一台机子呀。没能量了。
他二级火肯定强，你知道谁抽都抽不下来，只有秒救了，除非用兵满血。双十一没见到人，机械师。他肯定要蹭十几刀，没蹭走。弹射机器。哎呦，我在干什么？哎，白给了。他娃娃在双十一，他放了娃娃了。娃娃小救命救。只差一台了，接下来就看佣兵能不能二舅扯下来了。插刀了，还好我这个卡位早就改了，不然得烦死。亮的人皇，那就代表他要去双十一，大船有人修，那这边佣兵需要坐会儿的。限制一辆我就该走了，被他修完了。看你是点还是救，好吧，他选择救，那就是调香起来他救。我要等无人，拦住就赢，拦不住可能平了。看见到了，如果是蜘蛛的话，我肯定拦不住。20秒太久了。
这玩意是娃娃，我先不管了。救人了，我去门那边看一看吧，有人在开。然后那条丧尸肯定就去七连开接船，不开门，狗地叫了。真叫又扯一次啊，这分刷的爽啊。哦，今天我要留你了。怎么还闲置？那个去哪了？那个那调香师这不真就不开门，狗地叫。他把这门开了，那是送出一股天际。这把两个先知鸟的时间是十秒。先知跑了，我看见了。叫鸟，过年可以的，应该手速慢了。佣兵在小木屋，干扰他一下。还有只鸟，还有只鸟要帮他的。反一下这个娃娃，应该机械施救了，他到了。把娃娃打了。
噔噔噔噔噔。亮的佣兵，先知在废墟，佣兵就。从石像那边救的，不着急，等到过半，过半了，然后他必须救。现在在废墟，进医院了。你又吸不出来第二只鸟，谁呀？佣兵你还狗，假装往这走，有人在摸他。我第一次见到佣兵还要苟着的开局不修机子，还要躲一会儿。机械师摸的本体在公交的中间，不救吗？这是他应该派了个娃娃过去了。猎到尸体，有没人呢？不用理他，让他刷血条去。我闪现的不需要交了。
杰士在磨佣兵，我杰士挂了。他治愈好了吗？黑妹就黑妹应该在小木屋，也有可能是他的娃娃。真是他娃娃呀，告辞。啥子都没中，他应该没护臂了。我猜往墓地走了。黑妹往脸上跑了，这都歪了。这鸟没必要呀，耗他一点球。我都没打算丢，这一输飞一样的感觉。
真就一秒晕呢。你前方不修电机的，专门打骚扰。现在是谁亮谁就先救，没有，那个有人过来了，电机都插了，他当然直接救的，应该没怀表了，调完尸，这样让他救到了，我炸了，开个金身，反正我没底牌，我无所谓。电机还差很多。重新修了。挂了。四合院椅子没了，如果有的话还可以挂一挂，我弹一下吧。弹不了了。平了。军工厂还是糟心的呀，非得舍弃一个技能树往风窗那边点，操，还真的角落见了呀，我是真的难受，上一把也是这破点，好像不是，上一把差不多破，啊，这图真的烦。还修波到底你晃这么嚣张。
哎，他妈打的是仙子，不是佣兵。哎，我傻了。我才反应过来，那是一个佣兵受伤了，我也是醉了。哎，火呢？哎呦，都打出去了。哎呦，真的白给跟他那一波。哎呀，我受不了了。他不会点了个三级挣扎吧？真的狗。他还真的点了个三级挣扎，服了。
我也用命之语叫了，他没叫。我还真不信你也点个三级挣扎。封闭都救不到了，一尸体就不得一刀打到尸体上。调香师医院门口，先知的跑，这个时候狩猎本能就很有用了。多谢宋医生啊。100%黑妹摸的，只有这个家伙带的是个医者，摸的贼快，他就在医院里面，可能会从另外一个口子开求救。然后他又去找黑妹了，哎呀，可以的。黑妹就是你的妈。然后黑妹再过来就蹭个三层猴，
真就这么烦人啊。无所谓，我三层。这波调香师就黑妹修。哎呦！黑妹也来了，他们打算换人，黑妹就挑衅施加，迟了。我记得点完一级是不能点的。双十一有人。有人想来大房。哟，真巧啊。现装现用，好穷啊，捡个钻头。用兵加钻，妥妥的。干嘛呢？绳子烫手吗？这是。
真实。碰瓷。佣兵摸魔术，魔术起来修。佣兵没治愈。我跟你赌，你赶不到，所以我不管你。十五秒你赶不到，你有护臂你也赶不到。道具用的刚刚好，现在倒哪了？应该倒到脸上了吧？果然倒他脸上了，应该是最后一秒当面去世。小木屋应该有人，这耳鸣谁的？哟，机械师，魔术，应该鸟不会给他。鸟给的应该要给佣兵的，我倒是比较期望鸟给魔术师，这样一来佣兵就打稳到。没给，应该是给魔术，哦给那个佣兵了。多谢二级技能啊！我今天非要把你挂到佣兵那去。烫手，他越是怕他就越震慑，你越是不怕你就越震慑不了。佣兵我也要挂，你叫力哥没用，你得叫爸爸。
牵只脚。挂在中央嘛，保守电机。这次娃娃应该都死干净了。最后一台是海边。让他救我，怕他有怀表。然后现在要吐传送了，真敢点啊！还有是什么你们不敢点的，我的妈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那正好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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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逮着了！哇，正好九点了，扎心了。